加拿大多伦多佛光山日前举办皈依三宝典礼，还有百人抄经修持，这两场活动都吸引到了大批的信众回到法身慧命之家来与佛接心。真正的做您佛陀的弟子。大声发愿要正式成为佛弟子。加拿大多伦多佛光山举办星云大师圆寂后首场皈依三宝典礼，吸引50多人前来，还有人士带着家人朋友一起来见证自己的大日子。我在今天正式皈依了佛家三宝，我觉得非常自豪。我的青年朋友呢，今天有来了6位，他们呢在见证了整个皈依仪式之后呢，在心里也种下了善的种子，希望他们以后呢也能够皈依佛光山。上百人齐聚多伦多佛光山，提笔抄写心经，场面超壮观。从6岁小菩萨到将近90岁老菩萨，全都发心精进修持，一笔一画修身养性，也把浩瀚佛法智慧刻在心底。因为是加拿大多伦多综合报道。